好，我是郭鬼鬼。有人告诉我，艺人不要碰政治。在我18岁的时候，长辈总是跟我说那个不要，这个不好，然后跟我说等你长大就会懂咯。但是等着等着，就真的懂了吗？不去了解，又怎么会懂呢？这次由我带着18岁的你，告诉你们，政治与生活息息相关哦。我可以自由地装扮成各种模样，被形形色色的人所喜欢。民主自由就是在这些点滴下建构而成的。我喜欢我的18岁，18岁不只是成年哦，而是可以承担与参与一切的事物。我支持18岁公民权，让年轻人一起决定国家的未来。我是一个因为工作需要四处奔波的台南女子，回家对我来说会是下一次的出发。11月26号这一天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一起为台湾挺身而出。世界和平，真的万岁！